其實是節目效果嚟嘅啫，同埋其實我絕對是講緊我自己，即係對於閃婚呢件事嘅諗法。咁可能因為我對於閃婚呢個概念比較陌生啦，因為而家連對象都冇啊嘛，仲係單身緊。咁我對於 Martin 咧，當然係絕對送上即係祝福啦。之前都講過嘅，係好大方咁祝福佢同佢新婚嘅太太啦，甜甜蜜蜜啦，新一年咧都好恩愛啦，連生貴子，百年好合。係自己，如果係啲唔閃婚嘅人，你要再揾個另一個對象再培養個嗰個感情嘅，你咪要用好多時間。都係啊，我自己係比較一個可能啲嘢要按部就班，慢慢嚟啦。都會希望咧，如果同可發展嘅對象咧，都係要一段時間，大家深入了解咗咧，先覺得我會有信心發展落去咯。咁不過玲玲姐咧就話我咧嚟緊2022年咧，好有機會咧會即係有結婚嘅對象啊，甚至有喜事添。咁所以咧計一計翻時間，2021啦嘛，而家即係我剩翻一年嘅時間咧。咁所以如果係有心嘅對象咧，不管咧即係快啲聯絡我。因為時間不多，我哋要時間又要了解啦，又要交流溝通嘅話咧，差唔多而家噶啦，新年開始係。一年 OK 啊？一年你就 OK 啊？一年都長嘅，如果我覺得即係以了純粹了解嚟講嘅話。